你看，上完厕所马桶圈都不知道立起来，也不想想别人上厕所怎么办呢？虽然只是一件小事，但是足以展现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的本质。什么叫以小见大呀？什么叫见微知著啊？这黄焖鸡的事儿我没说，怎么样，煲了鸡汤了吧？所以呀，当初把我的黄焖鸡做成鸡汤了就不奇怪了。可惜人家老赵了，就喜欢吃我做的黄焖鸡。人家好不容易大老远来一趟，我正打算用我的黄焖鸡招待人家，你可倒好，煲了鸡汤了。说了多少次了，这衣服老乱扔。怎么着，要求把衣服摆好你就不乐意了啊？哼，现在体会到被忽视的感觉了啊？哼，你也不想一想，你有多少次不尊重我的意见呢？哼，咱们就说上一次黄焖鸡的事儿，你问都不问我，你就把我用来招待客人准备做黄焖鸡的鸡煲了汤。到最喜欢吃我做的黄焖鸡了，念叨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人家从外地来一趟，我正准备人家拿那鸡来合作，我正准备拿那鸡合作，我正准备问黄焖鸡，你可别来这套黄焖鸡汤。这都批评教育你老半天了，我也不知道你能记住几句。你说你能不能记住啊？啊，两三句、十句、八句你记不住，一句半句也记不住吗？没事洗什么杯子啊？你洗杯子就不能给我留两个？我这想喝水到处找不到杯子。你做事的时候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吗？啊，脑袋就是缺根弦儿。你就说那次黄焖鸡的事儿吧，啊，你问都不问我一下，你就把我准备用来招待客人做黄焖鸡的鸡煲成鸡汤了。人家老赵就想吃我做的黄焖鸡，都念叨好几年了，好不容易人家从外地来一趟，我正打算用我的拿手做黄焖鸡招待他，你可倒好，煲成鸡汤了。崩溃了，绝对崩溃了。在王接连几天的喋喋不休当中，刘海燕崩溃了。水滴石穿，绳锯木断，本是形容一种毅力，但你要把这种毅力用在喋喋不休的唠叨中，那么即使对方是一个坚韧的非暴力不发作的女人也会崩溃。还有，不要以为只有女人会崩溃，其实男人也一样。王志坚，我知道我把你的黄焖鸡做成了煲鸡汤，你很不开心。可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把那只鸡做成黄焖鸡呀！你要把那只鸡做成黄焖鸡，你当时跟我说呀！你不跟我说做成黄焖鸡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做成黄焖鸡？你只有说了你要做成黄焖鸡，我才知道你要做成黄焖鸡呀！我知道了你要做成黄焖鸡，我自然不会把它做成煲鸡汤。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要把它做成黄焖鸡，我才把它做成了煲鸡汤。我把它做成了煲鸡汤，自然就影响你做成黄焖鸡了。黄焖鸡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王志坚，我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关于黄焖鸡的事。不用，千万不要再提这三个字了，我错了啊。喋喋不休是一种重复，而重复具有一种力量，但这种力量在家庭生活当中是具有毁灭性的。如果你真的忍不住想要唠叨的话，那就唠叨几句吧。
但是要注意时间不要太长。2个小时，极限2个小时。